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爱妈妈。你小爱她作业做完了，又缠着我跟她玩那个五子棋。她中午缠着她爸爸玩，谁输了谁洗碗，结果谁洗了碗？我洗了。她现在又缠着我玩，那谁输了怎么办？我逗你笑，我输了我逗你笑，你输了你逗我笑。好，要那种哈哈大笑的，不能那种轻微的笑，都要那种才行啊，行不行？搞不搞？不搞就算了。好的，行，那开始。开始。嗯，我俩都是属于小菜鸟。我们还没开始，你小孩都已经把帽子戴上了，就在费尽心机的想怎么逗我笑，是吧？这么没自信，那就别玩了，直接逗我笑算了。来开始吧，你选哪个棋？我选白棋符合我的气质。好，我要黑棋，来开始。可是，一般都是黑棋先下。随便都可以。好的。随便走。Later， 我好像赢了。看妈妈这个憨憨，我心不在焉的就是输给林小爱了。来，我来逗林小爱笑啊！还没逗逗在那傻笑。好，我已经赢了。还没开始。开始了。好，开始了啊！这不笑脸蛋起来的人不用逗逗笑，把你眼镜拿开，把你眼镜拿开。正式开始了，眼镜来看着我。那上面有吗？正式看着我，看吗？来。哈哈大笑了，哎、笑到都喘不过气儿。啊，我这是喘不过气儿，这、你看，是不是喘不过气儿？这个，这笑点太低了。几白棋是吧？你看，笑点太低的人没办法。再来一次啊！再来一次，正儿八经的。我今天去做了一个身体，这个肩疼的不得了，知道吧？我有点，主要是太疼了，所以脑袋有点不够用，脑子不够用。然后呢？然后这次我赢吧，来。什么东西棋？傻八子。走这儿啊、嗯？你不是又要赢了？嗯，不对，你没赢，这不算吧？不是，我好像又赢了。在哪儿呢？一二三四。来来，坐好，开始给你讲笑话，把眼镜拿下来，我怕你笑的时候把眼镜整坏。从前有个大象。他在那个厕所里遇到一个小白兔，就是这种白白的小白兔。他说：“小白兔，你掉色吗？”“不掉了。”然后他就抓起那个小白兔，擦个屁股。第二天，他又遇到一个小松鼠，棕色的小松鼠。他说：“小松鼠，你掉颜色吗？”“然后不掉呀。”他又把那个小松鼠拉起来，又擦了个屁股，擦了个嘴，擦了个嘴。一看那个小松鼠竟然掉色了，是白色的。那不就是昨天那个小白兔的？昨天那个小白兔的。小白，哎呀，我都不知道我讲的咋了，竟然笑了，笑点太低了，没办法。